天天向上提醒您本期看点。这个夏天，天天运动大赏拉开大幕，三大青春团体展开激烈团战。洪荒少女团 SNH 四八，这是一群无所畏惧的女战士。What？有些事我都已忘记，但我现在还记得。生命人气男团展现比声音更卖力的运动力。刚刚我竟然感受到了一丝父爱。运动男子福建团威神威，可盐可甜的小哥哥动起来更燥。歌手杨坤化身运动顾问来助阵。湖南卫视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坤。闻所未闻的少数民族运动，确定不是开玩笑，咱也不敢问。预备开始，别跑偏白酒。如此激烈的赛况，究竟谁能夺冠？咱也不敢猜。今晚天天运动大赏，和你一起开启运动一下。厉害！各位亲爱的朋友，夏天是一个火热的季节，夏天是小龙虾在嘴里躁动的季节，当然夏天也是一个肉肉藏不住的季节。如果你想藏住的话，你的美好的身材有可能就体现不出来。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季节，我们迎来了天天向上的一个运动大赏。我是主持人，坐在我身边的是大家要用热烈掌声欢迎的杨坤老师。湖南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坤。是的，今天的运动会就相当厉害了啊！这些运动会呢，我们要请到现场，大家是闻所未闻，在你的脑海里，在你的视线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少数民族的传统的运动项目，所以我特别替我们的运动员捏一把汗。这个说不定对夏天甩肉非常有奇效的啊。对，今年呢，我呢不仅要重新开启我的32场演唱会的同时，还有32场全赛要打，因为最近我演了一个电影叫《冠军的心》。我好像看过那个电影的海报，您在里面的造型特别的酷，满脸都是荷尔蒙啊。练了多久啊？我练了小一年的时间。练了小一年的时间，生命在于运动啊。好了，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的运动员上场了。是的，他们就是由我们天天实习主持人高天鹤带领的深入人心男团，以及 SNH 四十八和威神威。像阳光在冬日难遇，像晚星照亮整个天地，温暖又意外，你会出现在我生命里。像人生突然按了暂停，像好梦让我不相信，因为有你在，一切都成为风景。向我看，我被分成两半，不安，一半沉迷，一半清醒。I'm crazy for you， 从万次想对你说，不再沉默，不想永远都擦肩而过。世界这一刻看着我。角落，人海太辽阔，梦太漂泊，怎么能再和你错过？
想大声说爱你。欢迎我们欢迎三个团都已经入座了，接下来我们请三个团来发布一下自己队的参赛宣言。首先是我们生入人心男团，来，我们是生入人心男团，我们特点有三高，第一高身高高，第二高音调高。朋友们大家好。第三高，我们的血压高。好，为什么血压高呢？因为我们平时唱歌的时候啊，就会血脉喷张上头，我们唱着上头，观众听着也，哎，来，我们给大家练个声吧，好不好？冲呀冲呀你们唱美声的这些年轻的小伙子平常都喜欢运动吗？其实运动是贯穿在我们那个艺术生活当中的。哦，歌剧有3到5个小时的，在台上要不停，所以说体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哎，说到运动我想起来一件事情。嗯，在6月29号的时候，我们和杨坤老师一块儿在中国马镇参加芒果音乐节。
因为中国马镇是中国拥有马匹数量最多的一个小镇，有8000多匹马，还有200多匹。行吗？会骑马吗？差不多吧。坤哥怎么样？我骑了很多年嘛。对。哦。我最好的成绩，我可以跳1米2的障碍。都可以越障碍了。跳障碍，对。马术一流，马术一流。但是他刚才说的，我们是在那个河北的坝上草原啊举办音乐节。因为那个风景是非常的秀丽，是在欣赏我们演出可能会感觉身心更愉悦，对，有一种旷达的感觉啊，对，没有不能驯服的野马，骑着马唱着歌喝着酒，哎呦这状态，有好看的女孩啊，这必须的啊，得跟着，必须的，对对对。歌手之后坤哥还有什么其他的新的音乐计划？新的音乐计划就是32场演唱会要重演了吗？啊，7月20号首站是在南京，首站南京一直在复制，希望大家在欣赏他们的时候也去看看大叔的表演。南京场大家不见不散，肯定的。OK， 好好好好，那接下来还有剩下的2个团的参赛宣言，好不好？来，谢谢几位，谢谢，入座。接下来哪一团？我们是我们。好好好，你们。我们 SH48 的参赛宣言是：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很不错，我是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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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错。哇，真的很新潮啊，好不错呀。哇，真的是，对，非常不错。但是作为运动来讲，女孩子有可能会稍微吃亏一点点，但是呢只是在体力方面来讲，不过有一些精巧的运动项目，有可能这几个女孩子不见得会输给那些男生，对，举重类似的，对不对？对，掰手腕啊，扔铁饼啊，铁饼的动作。对，请问你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你们的优势自己觉得大概是什么？我们的优势非常非常多。哦，虽然不要看我们一个娇小玲珑，但是她力气真的非常的大。哦，真的，真的。韩哥，我觉得他们作为女孩子有一个必杀技啊，就是快自己要输的时候就可以这样。不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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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的。他们有人会直接劈西瓜，手劈西瓜。是我直接劈西瓜，对，我们能劈西瓜的不止一个，他也可以，对对，是吧？第一次看到女孩上来才艺展示劈西瓜，其实是杂技团。有人顶西瓜吗？顶？离远一点，要不然真的假的？对对对，真的。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来，我们把这个话筒，这是台里的啊，来吧来吧，同学们学着点啊，光好看不行，还得会劈西瓜。来啊，是真的西瓜啊，真的西瓜。来吧来，腿长一块倒数。3、2、1，找我，我就找你啊！不好意思，坤哥，现没见过这样的了吧？现在没有，你那拳击算什么呀？大张伟，大张伟，你的衣服变迷彩的了。不重要，不重要，没事没事，不是我自个儿买的，没事没事没事。我的天哪，我的天哪！你说这几个姑娘上节目，节目组制作单位得准备多少套服装跟西瓜让他们批呀？我们团也有力量展示，什么？哎，来，光哥。我们也有才艺展示，最近很火的一个就是手臂夹苹果，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硬功夫，这个。来，余威刚才看两位小妹妹单臂劈西瓜，我觉得非常厉害。但是我这次手臂夹苹果，我努力将它完成，好不好？好。我觉得刚刚只是一个手部的热身，下面想展示一个腿部力量，因为我觉得挑战一下我自己。
我想深蹲一下钱哥，抱着钱哥深蹲，哎，抱着我啊，是钱哥坐在我的肩膀上，然后我深蹲。哎呦，去吧去吧去吧！你知道我的体重吗？啊，我不是很清楚，我才60公斤，120多斤。那我尝试一下好不好？哎呦，来来来，哎呀，他真的很壮啊。那来吧，可以啊。你考虑清楚了吗，孩子？没问题，骑上，必须的。3、2、1，起！哇！哇！他是要蹲下去吗？啊，深蹲！哇！够了！哇，厉害！这么厉害！哎呀，哥重回童年啊！钱哥，你不能输，扛着他深蹲。不，刚刚我竟然感受到了一丝父爱，真的有一种逛公园的感觉。我们刚才看到背影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哪有？父爱如山的呀，一样粗。齐脖梗，真是不容易。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上场给大家说我们参赛宣言的是我们的，有请徒弟。大家好，我们是威神 V。然后呢，我们今天的口号其实想请现场观众朋友们配合我们一下，好不好？威威，理所当然，无翼而飞。威神威，中华第一团建团体，特别了不起啊！刚才啊，这些姑娘们是劈了西瓜，劈西瓜，展现了力量。对，好，那请问你们有什么要展示的吗？哎，有。董思成老师没有什么可以展示，对不对？有。我们团队柔软性特别好，柔软性，柔韧性，对，柔韧性。柔韧性啊，来，我先做手吗？他手特别软。非常棒。看着肩周疼，肩周疼。你们几个都是坐飞机来，他是托运来的，对不对？对，直接可以把自己托运箱子里了，是吗？好厉害，把自己凹成一个箱子。恩哥。也要展示一下，哎呦！训练了一段时间的拳击之后的身材的状态，我给来个什么腹肌轮啊？腹肌轮，上沿腹肌轮很难的。哎，你们基本上都是跪着是吧？跪着往前。什么跪着？我就直接给他跪下了啊！来吧。哇，这个其实平衡力很难，是不是？不是这个平衡力，这个是核心力量，核心力量。腹肌轮很难的。直接这么着能过去那个，哇哇！哎呦，这个好难！哇，这个太难了！哇，谢谢！这个完全考验核心，然后非常非常棒，太厉害了。我们今天之所以给大家展示这么多力量啊，包括技巧啊，因为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当时顾拜旦先生啊发起了这样的一个奥林匹克，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今天，我们为了传承这个奥运精神，发扬民族体育，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三个少数民族的代表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们都带来了自己民族的非常有意思的传统运动项目，将为大家呈现一场少数民族的精彩运动会。是的。本场运动会的赛制，本场总共有3轮少数民族运动项目的比拼，3个参赛团队由2组先进行1对1比拼，胜者直接晋级最后的决赛，败者与第3组进行比赛，赢了的队伍进入总决赛，最终总决赛获胜的队伍将尽情享受终极美味鸭血火锅大餐。哇！
赵天鹤有吃火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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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火锅。我问一下，喜欢吃火锅的请举手。举手。没有人不爱。哎，好奇怪啊，现在就没有人不喜欢吃火锅的。那是，对，了不起的。哎，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对，下面呢，我们通过一个抽签游戏选出优先比赛的两个队伍，优先比赛优先进入决赛，优势很大，三个队要把握好机会，加油喽！加油加油加油！哎，抽签，抽签，幸运抽签。每个队派一个，派一个代表，认为本队最幸运的人。对。好，每个人在里面抽一根棍儿，有一根棍儿是十棍，有两根棍儿是这个断了的棍儿。对，然后呢，往自己头上轻轻的敲，敲断的两个进入决赛，另外一个等一会儿跟获胜的队再来进行 PK，再比拼，好不好？如果把十棍敲断了怎么办？那是脑袋有问题。来，只能看不能摸。来，预备备，开始。好。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你让给妹妹吧。没有没有没有，石头剪刀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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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三、二、一，开始。耶！好。微型微队和我们的 SNH48 啊，进入到我们第一轮比拼，有请我们的第一个运动项目——畲族的少数民族运动代表队。胸脯给力！大家好，我叫蓝康康。我叫蓝伟娟。大家好，我叫蓝建祥。我们都来自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欢迎欢迎。畲族呢，可能大部分朋友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哎，我们接下来请伟娟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自己的优秀的民族。我们畲族呢，最早是起源于广东凤凰山，然后全国人口呢大概有70多万。畲族主要有四个姓氏，一个是蓝，还有一个雷、中、盘。畲族人呢自称山哈，大概的意思就是山里的客人，因为我们最早的畲族人民都是居住在大山里的。对，畲族人民最开始呢，他们居住的条件都不是特别好，但是畲族人民呢非常的勤劳，然后善于农业耕作，所以呢他们会把一片荒山把它打造成自己非常非常棒的家园。然后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畲族人慢慢的从这个山里面一点一点的下山，然后往海边啊水边来挪，所以浙江这一支好像就是靠近这个水边。浙江、福建啊，对对，这些都是靠在海边的。对，现在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现在呢，主要分布在我们的广东、还有福建、浙江、安徽呀、这些地方。那今天三位带来哪些民族的传统的运动项目？那我们带来摇锅，然后摇锅、操杆。超感，那这个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畲族的体育项目呢，它的特点主要是一个原始性，还有一个是趣味性。而且我们的话是不受场地限制的，不受场地限制。对，我们经常到山上找些石子啊、木材啊，还有那些竹子等来做，就可以玩起来了。对，那接着我们体验一下好不好？哎，这个是你们本民族的文字吗？对对，这是我们代表我们的一个幸福吉祥的。哦，幸福吉祥。对。哦，有意思。这怎么玩呢？好，那我给大家先演示一下。这是轻功。哦，静姐。它主要是靠。哎呦。脚跟锅顶贴，然后这个是利用身子要下低，然后利用你的腰，然后跟你的手摇动。哎呦。哎，蜘蛛侠，蜘蛛蜘。蜘蛛侠，坤哥，坤哥，让坤哥感受一下。坤哥，坤哥，您应该能行。我这腰不行吧？您刚才那轮儿，坤哥那滑轮在底下正好能坐那个。坤哥，您感受一下，能碾茶叶这个。对对对，对，站到中间，然后来，来，我们俩。行啊行啊，没问题没问题啊。来，先扶，先一蹦一蹦，扶着先扶着，走，哎，上上上，再开点，胯再开一些，再开一点，哎，好，坤哥往前走，啊，试着往前，这就是一匹马。驾驭它，征服它，征服它，骑马。哎，你这是，
韩哥，您的平衡力可以啊。我不行。不行吗？不可能。来来来，不可能。不用扶，韩哥肯定是。韩哥不用，可以了吧？我就扶韩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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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扶扶，咱们得扶啊！来，好，三二一，走了。哎，蹬起来，蹬起来了，蹬起来了，蹬起来了！哎呀呀，韩哥你要去哪儿啊？哎呀，哎，走起来了，韩哥你慢些走，拜拜，回家了，回家了，拜拜，回家了，拜拜，我还能回来，哇，有厉害厉害厉害，我很要腰劲儿，其实对对对，但是反正是这个地方的力量比这个地方要重，其实用，要不然它中间它扭不起来。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要用你的腿去拿去蹬，往前蹬。对对 对, 对，但是其实腰劲儿，我觉得比腿劲儿，对，核心力量很重要。这个是不是得下午玩啊？晚上正好做饭用啊。睡觉之前还泡澡、啊、一锅两用。来，峰哥吧，峰哥，我怕承受不了。承受得了。来，峰哥，不要扶，峰哥你，峰哥你肯定特别棒。不要扶，前锋摔在地上的感觉。对，来来来来，峰哥，我，你看。玩不玩了还？来，你玩一下，你玩一下，来，走啊！哎呦喂，我有点心疼这个锅。哎呦！哎哎哎！李娟，这是发源于什么呢？这个运动？这个主要是发源于我们那个端午节，因为我们过节的话都要包粽子。哦，咱们也过端午节，对，应景。然后呢，我们要去山上采一些竹子的叶子啊，还有一些树枝，然后把它烧水灰碱做那个粽子嘛。然后这个锅呢比较重，然后我们村民呢就创造了摇锅，然后把它摇回家。哦，又重又烫。对，这个有单人摇和双人摇啊，双人摇怎么摇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双人摇。哎呦，哇哦，跷跷板，跷跷板，哇，这个好狠，这跟跷跷板一样。还有俯身摇，哦，就趴着那个。俯身摇的话，最主要也是靠我们的腿部的支撑力量和手臂的支撑力量，还有身体的整个的协调性。仰卧摇。哎呦。好，双锅摇，哎呦，我真的假的？哎，这不是个茶杯吗？就是吧，小茶杯啊，康康蹦进去，哎呦喂，呦，哎呀，莲花，哇，一出莲花，这是我们的畲族的首饰。代表幸福吉祥，就把幸福吉祥送给在座所有朋友们。吉祥的光，来，上面的年轻的朋友有愿意来体验一下单锅摇的吗？来，小张，好，来，小李，小蔡还是谁？你可以直接吃那趴着那个，不一样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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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哎呦，嚯嚯嚯，大浪淘沙，哦呦，小心啊，你手啊，哎呦，可以了。我来朝上的一个，朝上的，朝上的一个，厉害，小俊啊，俯身摇啊，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啊，呀，造起来，造起来，造起来，哎，转一圈，转一圈，转一圈，走，哎，来，转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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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续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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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再续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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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坏了，行，来来来，起来起来，来姑娘，小张，搭肩膀，行了吧，都不知道扶哪儿啊。脚的话要踩锅沿啊，对对，可以了，走，不管抬头，右来，左，哇！这如果要刚换上半身的话，这俩人要打起来了。别打架，哎呀，俩人要打起来了。体验完这个摇锅之后呢，大家现在热身差不多了，现在进入到畲族正式比赛项目超杠。超杠比赛规则，由两队全员进行车轮战，参赛选手两人面对面站立在长条凳上，用两根长棍子进行对抗，手不能离开长棍，设法将对方推或拉下凳者获胜。赵天鹤上，跟那个堪堪要脱鞋玩，脱鞋玩。呀，天鹤，你的鞋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哇，梳子，然后让头发比较。高天鹤，你姓高，你还垫还高，还要高，预备，开始，高天鹤，你必须得赢啊！
加油，赫赫！有技巧的。加油，赫赫！高天鹤用美声吼他。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耶嘿！厉害！好，原谅你了。好，接下来正式比赛。来，刚才获胜的两个队是 DCV 和我们的 SNH48，各派一个队员来开始。好，这个劈西瓜的女孩。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啊，最重要是什么？就是用阴历，阴历。What？ 阴历是什么东西啊？农历跟阴历两个是不同的日子。不是，只是用力，用尺径，不是这样，就是按键啊。好吧，我示范给大家看看啊。好好好，来，全队参加车轮战。输了的就下一个，然后接下来再替补排队排队排队。李贝贝来了啊！李贝贝来，阴历男孩开始。哎呦喂！他还想转起来，为什么？为什么上来跟您转？为什么要这样？不，他有他自己的招数，他有自己的招数。不是，费小姐，你要等我们那个阴历说完了，阴历要说一下你的那个想法，对不对？来，其实阴历呢，就是先等一会儿，然后别人攻击了，然后你再反过推，就是阴历了。就是，哦，结果他根本没有听你的，把你招给破了。来吧，来，下一位，来，预备，加油，袁一奇，开始，袁一奇，袁一奇，加油。阴历给他，阴历给他，阳历给他，农历。小心小心小心！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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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僵持不下，冲锋！哦，好嘞。黄先生，你的阴历也没有用了是吗？转圈圈转圈圈。别急，转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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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小心小心！来，松手了，松手了，他松手了。下一个，因为抓到原来的位置就不能再换了啊。来一点怜香惜玉嘛。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OK OK， 聊一聊啊。来，预备，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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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靠你了。开始。哎呀！哎呀！哎呀 ！KO！ 哎呀！哎呀！对，棒棒棒棒，这才是好兄弟，好兄弟。对了，哇！这内力好强劲啊，这个姑娘。三二一走。冲，往前走，节奏。钱老师小勇走着转。哎，快点快点，少数民族运动会欢乐真多啊。哎，你们还有别的游戏吗？咱们先玩下一个吧。他们俩这能玩一年差不多。看没劲了都已经啊，看没劲了都已经啊。哎呀呀呀，哦，来了来了，哎呦呦呦呦呦，还有这样的。我的呀，交叉杠。哇，掰他掰他掰他，给掰回来，给他掰回来，给他掰回来，再转一圈，再转一圈，再转一圈就赢了。哎哎哎，厉害厉害厉害，顶他顶，顶他顶！啊，好酷！我操！啊，我操！赶快上，赶快上，快上！下一位，下一位，开始转圈，转他转他，软骨功软骨功，对对对对对对，掰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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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继续掰他掰他继续掰，哎呦，上上上上上，这位小哥很厉害，来下一位下一位，来三二一，走走走你，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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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这儿？拼劲儿，往前顶往前顶顶他，顶往前顶顶他。脚过线了，脚过线了，脚过线了。Oh no！ 脚过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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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过了。来来，下一位，下一位。
哎，让兄弟们耍耍，让兄弟们耍耍，不战自胜。来来，三，用你的方法，二一，走。哎呀哎呀哎呀呀！好柔弱呀啊！来下一位，下一位上上上，来李贝贝，开始。巧劲儿，三圈。哎呦，厉害厉害厉害！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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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人跳上舞了，跳上舞了。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到心花怒放，黑夜白天。俩人跳上舞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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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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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稳了！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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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转下去了，肖军老师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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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小董啊，来李贝贝，开始，转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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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来小梦瑶，哦，小心点，力气好大，力气好大，转圈圈，同时转，看谁转晕，再转，哎呀，转反了，好，先下去，小心啊。哇哇，对哦，这个招厉害，这招厉害，对，蹬他，哎呦，厉害，这招厉害，还有最后一位啊，还有，我们也有一位还没完啊，来你们俩吧，嗯，所以说我们的游戏前面不算了，对不对？就靠这一下了，关键了啊，就靠这一下决胜局啊，来。预备。开始，加油 Henry， 加油，没关系，你可以。为什么要这样？飞他，我这姑娘太，哎呦，都玩出武术来了。 Take off， 我呦，好厉害，你怎么了？这是没事吧？这什么姿势？怼他，为什么玩？还有武术？为什么还有武术？拽！哎呀！哎呦！竖着打还行，哇！你过线了，你过线了。啊！这女孩摔倒了，说：“我脚没离开，她没掉，她下去了，她去，她下去了，所以她赢了，所以她赢了，哇！这样没有，躺在板凳上也可以，这叫躺赢，躺赢了，哇！这叫还是女人厉害，哇嘞嘞，恭喜！真是，恭喜他们获得了超杠比赛的冠军。”直接进入到第三轮啊，微神微将会和我们深入人心的男团，哦哇，这个名字我觉得比那个名字还好，深入男心，他们叫深入男心，他们叫深入女心，对。感谢畲族的三个小伙伴为我们带来这项特别有意思的运动项目，好，谢谢大家。接下来有请第二轮比赛木朗族的运动项目代表。说吧，技能反能通花艺。Hello， 大家好，我叫银邦东，我来自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我是我们木老族传统民族运动项目的宣传大使，也是我们木老族足球的继承者。Hello， 大家好，我叫吴祥珠，我来自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我是木老族金花选秀的冠军，我还曾多次参加木老族民族体育项目中的抢粽子、木老足球，都曾获得冠军哦。
哇，足球队的，欢迎，厉害，你看我们今天接触的这些少数民族的朋友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碰的还是比较少的。对，你看他们的姓特别啊，姓嬴，厉害了啊！请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木老族的话是起源于元代，从元代末年到明朝初期啊，都是有记载的。像全国的木老族人口有将近21万人。罗城是唯一一个木老族自治县，占了全国木老族人口的80%。哇，80%都在这儿。对，都在我们这儿。那用咱们木老族的语言给大家打个招呼。通话意，大家好的意思。通话意。通话意，翻来很用钱当头个，天天养三个节目，请通话，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有点粤语的意思是。请问咱们木老族有什么特别的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吗？我们的婚俗是比较特别的哦，像我们木老族人结婚的话，第二天新娘子必须要回到娘家哦，直到农忙的时候或者是节日的时候才会到新郎家去住。哦，真的啊？这个的话在我们那边称之为媳妇之路。那您这个民族就是运动特点是什么呢？我们的运动特点的话就是丰收为主题的哦，而且还要锻炼我们团队之间的合作力。哦，对，刚才我们听说这个祥珠说啊，参加过抢粽子的这样的一个。其实抢粽子的话，这个还是有一个技术技巧的。啊，那我们给我们展示一下吧，试一下，来。你看，看到我手上拿的道具没有？一个是筷子那么长，一个是竹夹，然后还有一个是竹筛。好，那这三个道具呢，就是我们去夹粽子捞粽子的道具。首先呢是分为两队，每队有3个队员，从原点单脚勾膝，口哨一吹起，3人单脚跳到粽子的地方，依次的把粽子装到自己的道具上面，3个人的粽子同时能够最快的速度夹到自己的筐内，那个队就获胜。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比赛了。来，微身位SNH48， 来，出发位置，把脚先搭上，脚搭脚，勾，对，然后把脚勾上，反了，好了吧？你来拉，你先拉，对。韩国强他们女孩那个拼的可特别的对哈，特别的，女孩会玩这个啊。对，走，这位，预备。准备！开始！加油！上手了啊！好，转一个！下一位啊！筷子比较难啊！哎，必须要夹到啊！对，不能掉。坤哥撑住！来，我看一下，要好好夹啊！看一下，对啊，好，加油！飞机，来看一下，你可以夹给他，你可以夹给他。好，还有一个，冲！董事长，赶紧的，冲呀！董事长，加油！冲！飞行队，冲！董事长加油，冲飞行队，冲鞋都掉了，鞋好，第二轮深入南心，加上天天兄弟，来吧，来深入人心啊，你拿哪个？哇，这个好，这个好艰难，大起点，来，各这位开始，重新编上，来搭上，搭住，对，太难了，预备，等一下还有王一博。这几个还在这打转，
哎呀，哎，小心点，小心点！散架了，散架了。我们太快了，我们自己都觉得神奇。怎么回事？哎呀，等了半年了。闪电般的速度。好，接下来体验完了木老族的抢粽子，接下来是正式比赛项目了啊，木老足球。我们木老足球呢，它是用竹篾编制而成的，所以说又叫做竹篾球。像我们这个体育项目的话，曾经获得过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金奖。这个起源于清朝初期，到现在的话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我们木老族的话是村落比较多，节日也比较多，但是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就是一饭节。一饭节是个什么节呢？一饭节就是每年庆祝丰收的一个节日啊。每年的一饭节，我们各个村落都会派出一支代表队去参加抢这个足球，如果获胜方的话，就可以获得下一届一饭节举行的权利。木老足球比赛规则：两队比拼，每队3人参赛，分3组，双方队员2人用红色和黄色腰带系在一起。比赛中，双方队员除了不能触碰对方身体，可以以任意方式制约和对抗对手，将足球投入自己队竹篮，先进4球的队获胜。来，微型杯派3位，深入人心派3位，正好是红队和黄队。我们派出我们队伍力气最大的，对，力气最大的，还有位，加油！来上绸子，来绑上，红队绑红队，哇，这个就厉害了。好，来，双方运动员入场，这个好看了，运动员握手，加油加油，加油！运动员握手，运动员握手。我估计比较有力量的那方可能会胜算大。好，接下来准备开球啊！所有队员准备，木老足球。加油！加油！加油！我手上手上很烦。好，一分一分一分，一二三。根本挡不住，我们黄队获得1分，绝对优势。我天，之光一看就打篮球的，之光还运球，还运球，发现运不起来。Oh no！ 让之光上后边来着的，他一下就抢上，对呀、啊，他就赢了。第二局，准备，拖着他，拖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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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蹲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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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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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下。对，黄队再次获得1分。没辙，拦住了之光，拦住别人，满场放风筝，拦不住，拦不住，拦不住。哎，其实这一局打得好，哎，我们这局有配合了。这个就是要牵制住那个拿球的人，对，要蹲下，蹲下，对，拖着他，拖着，拖着，拖着。拖着，对，拖着，蹲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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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着，拖着，对，拖着，对，准备，木老足球，准备，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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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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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一分一分，没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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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什么啊，之光，一点都不知道比赛乐趣。侯之光，你不许再玩了，你给我解下来。来，高声喝上，把你罚下场。啊，能换人吗？换人换人。好，各位选手准备好了没有？加油！
棒棒的！好，扳回一分，加油！各位准备，来了啊！加油，加油！好，快走走。抢球，抢球！是是是，抢球，抢球，抢球！我不知道，我是谁？扳回两局，这个球我们不能算。石头剪刀布，你输了就算。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算。谢谢王老师，韩哥说算就算了。你看看。谢谢，来给他们加油，来威神威，威神威 ，man 起来啊！加油，展现你们男人的一面。拖住！好！拖住！走着，来来！没传球，传球！加油！展现你们男人的一面！加油！给他！好！守住！小心！给思成！好，我们重新发球。这个球有争议的时候，我们就重新发球。都是为了吃火锅，高天鹤为了吃那个弹鸭血的火锅，真的是太狰狞了，高天鹤你。各位亲爱的朋友，为了弹鸭血的火锅，冲啊！哎，扯！好！小董上了以后得了三分啊。好，现在的比分是3-3。还可以换人吗？哎呀，你们又换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们最后一球决胜负。准备，加油！上力！全校！小心！深入人心男团获胜！不容易！你说大家为了吃这个火锅啊，谢谢，太不容易了。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项目，是满族朋友带来的一个项目，他们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有趣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呢？我们掌声有请他们上场，有请。Hello， 大家好，我叫张美佳，我来自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我曾参加过2018年少数民族运动会，获得过女子组雪地走100米的第一名。总部出三米尼格布逃生一怒，大家好，我叫陶双，来自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曾在2018年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狩猎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大家好，我叫童天奇，来自辽宁省湖广市。Hello， 大家好，我叫李彦新，来自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我和童天奇曾代表锦州市参加2018年辽宁省少数民族运动会狩猎项目中获得一等奖的好成绩。坤哥说：“哎呀妈，这是东北的，啥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坤哥本身是哪里人？我是内蒙人。那也算是北方人。内蒙也有很多的满族，对。满蒙好像一直都是满蒙一家亲啊，不怎么分。是。就是您小时候在这个内蒙生活的时候，有碰到过满族的小朋友或伙伴什么的？你看我们身边的很多一些，包括咱们都知道这个老纳英、啊，他就是满族。哦，对对对，他是。在我印象中，满族的小孩或者成长起来，我后来认识的一些朋友，性格都非常豪爽。还能够比咱内蒙人豪爽？好像比我们还爽。不可能，你们那喝酒都那样的都是。现在满族人口大概有多少啊？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是统计1068万人次，仅次于壮族。哇，又都带着小手绢来的，平常你们都啊，紫薇啊，就穿着跟《还珠格格》那种感觉似的哈。那他们是一个特别善于兼容并蓄的这样的一个少数民族，而且融会创新也做得非常好。我们想问一下那个陶霜啊，就是满族的运动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少数民族运动通常以粗犷为代表词，我们这些游戏的名称呢一般都比较特别，比如说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雪地走和狩猎，还有我们平时比如说赛威乎、珍珠球等。那么这些游戏呢通常都是由我们古代满族人民他们的生产活动方式演变而来的。因为马背上的民族，对不 对？擅长的就是身体对抗。对，接下来我们大家一起体验一下雪地走。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就是雪地走呗，听说过。对，其实就是在雪里面走。那有啥稀奇的呢？这有啥特色呢？顾名思义，雪里走。但是它走的方式不同，雪地走是一个类似竞走类的项目，据传是由满族的女子在雪地上行走，看谁走得快，但是鞋不湿。那你就是雪里红了，那你就这样。一般竞赛运动员就像穿成我这样，哦，鞋不一样啊，盆鞋。先是旗袍，旗袍的开叉腰带膝盖下15公分，那开的稍微低了点，对，因为它不让你走快。哦，是这样。对，它的鞋要3寸花盆底的鞋，左手持手绢，持手绢的手肘不能低于肩，标准的丫鬟姿势。来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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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示一下来。脚不能同时离地，就像竞走一样，他同时离地了就被罚下。那就体验一下呗，体验一下上鞋，每个队各上一个代表。你挑。小赵你挑。李一桐还有谁？啊，张超。可以上2个。思光是哪人啊？我是沈阳的。好，走2步。还可以。抖一抖，秧歌儿，来，美嘉，你带领大家，别跑，然后别崴脚，别跑，别崴脚，走了，走了，走。哥哥驾到！我们问一下美嘉，这个雪地走的形式比赛这么特别，它真的是一个正式的比赛项目吗？对，它是一个正式的比赛项目，1998年已经被列为辽宁省的省级比赛项目。21年了。对，它就锻炼平衡啊，而且还锻炼身体的协调性。好的，接下来3个团啊，来看谁走得又快又平稳。来，首先在一条起跑线上，预备。开始。这个场面太魔幻了。再次啊，预备。哎，几个女孩子，你们得加油啊，这是你们的项目，别让老爷们抢了先。3、2、1。
一，开始。我发现啊，之光是什么都行，是不是？红之光是爱这个项目，对，他在家就穿这个，他特别享受。我发现啊，红之光啊，很享受这个项目，很享受。左手持手绢，可以上两个。红之光是爱这个项目，很享受这个项目。可能是比较激动，比较兴奋，然后一在这个舞台上，我就扭起来了，没有风哥终于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门。对，关上一扇窗，打上一扇门。哥，我感觉我们队可以跳舞，可以穿这个鞋子跳舞也飞。对，跳舞。董思成很棒啊，学坏了啊，了不起，学坏了啊，我表演给你们看。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接下来就进入到真正的比拼项目。哎，狩猎，狩猎呀、啊！三秒，厉害厉害厉害！小心，小心！老宽，小心小心！加油！天天向上，待会儿见。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我们队可以跳舞，可以穿这个鞋子跳舞也飞。对，跳舞。董思成很棒啊，学坏了啊，了不起。董思成学坏了啊，我表演给你们看。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这个我觉得很好啊，就是无形中又给他们找到一种新的表演方式了，还真是，我觉得这个很好、啊。穿盆鞋，刚才他们在跳舞的时候，现场的好多那个女孩子，为了那个节奏啊，就那个啊啊喊，那个嘴都，生怕打不上节奏。Take out 是吧？对 ，Take out 啊，这是被烫着了啊，那个、差点抖出去，那个嘴差点。来，掌声送给自己最棒的观众，厉害！好。体验完了这个满足的这个雪地走之后，大家也感受了满足的运动乐趣，接下来就进入到真正的比拼项目。哎，狩猎，狩猎呀、啊、这狩猎怎么狩呢？就是三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然后呢，然后中间有个球，咱们互相传球，完了投进背后的框，完了那你这家伙跟刚才的那个差不多呀、啊、没啥区别，没有一点点区别。我们进攻的时候得投球、那个、他们也是投球，他们那个框是装在背上的啊、哦！我们拿球投球，必须得在三秒之内投进去。他们的框是在哪儿呢？背着框、哦，就是说那个人跑，然后就是那个人投的是吗？是这样，哇，太酷了！那狩猎搁满语里头叫啥呢？叫阿巴兰比。阿巴兰比。这个项目，在辽宁省1998年就开始已经有这个项目了。那要不咱就
比起来呗，来吧，好，演示一下吧，来吧，来展示起来，整他。狩猎比赛规则：狩猎比赛由两队比拼，每队上场三名队员，每名队员均背背篓，通过同伴之间的传球，将球投入到对方队员的背篓中得一分。比赛结束时，得分多者为胜。比赛总共十分钟，中途每队可更换队员。好，我们现在演示一下，开始了。加油！哦哦哦哦，好，传球传球。要扣在对方的背上，不行。哎呦呦呦，只是演示演示一下，演示一下，何必呢啊？不能超过三秒。好，比赛就是大概这个样子。来，这是比赛，哪两个队？可不可以这样子？就是我们派男生代表队跟男生代表队打。就你们想躺赢吃火锅，是不是那意思？不要说这么明显，我们联盟可以吗？因为我觉得这个项目比较适合他们。啊，好。大家同意吗？加油，你们！男团加油！谢谢，谢谢。来，各派三位。火锅队加油！微神威出三队三个人，微神威出三个人。那这样我们比赛开始，然后你们分别站在两侧，然后由我们两个当裁判，那边有积分处，然后先每一个队派出一名代表来决定一下球权。石头剪子布，石头剪子布，我来。石头剪刀布，布。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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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加油！传传，不能三秒，三秒，三秒。一二三，哇哇！一二三，哇哇！一二三，好，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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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秒，厉害厉害厉害！哎哎哎哎哎！加油！小心，小心，小心！在其他地方。加油加油！加油！黄队进一球，我们交换球权，由黄队进攻。超超加油！加油加油！超超，完了，咱们有穿子，小心，你用传，加油传，加油加油，好，加油加油！哦哦，小心，传球传球，小心小心，加油加油加油！漂亮！传球！哎，加油！加油！看了，看了，看了，看了！小心！好！小心！上了，之光上了，之光！我的天哪，之光给你穿着盆鞋玩。准备了，预备备，来，走，开始。哦，之光。哇哇！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这个讲究，对，要保护保护。扣扣扣！对，稳住稳住。好巧，好巧。哇 ！Yes！ 哇！每次思成一上来就得分，在这里我们叫恭喜。还有终极美味韩家学火锅上菜，天天向上，待会儿见。天天向上，
现在继续。准备了，预备备，来，开始。哦，成功！哇哇哇哇！这假动作厉害、啊、对，向哲刚才做了个假动作，假动作骗过了永清，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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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骗过了骗过了，他以为他要传球，来，来来来，小心小心 ，yes， 哇！来来来来来，近一点。好，好。有的人这个讲究，对，要保护保护。Oh no！ 哦，好厉害！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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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之光，红之光碾压碾压。哇，董思成，董思成一上就会扭转局势。这个其实很讲究技巧，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不知不觉地跑到后面直接一个球转，然后队友的假传球开始了，董思成加油，传，先不着急扣，传传，哇哇，哎呦喂，哎呦喂，哇，嗨嗨，哇，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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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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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没有进，来点假动作，没事没事啊，没事，现在这局非常好，来拖延时间战术是吗？这局非常好，哎，犯规，哎，不能踢球，不能踢球，对，不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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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呀，游戏怪物，哇，他们好厉害，他们会假动作，哎呦，哇，爆亮，哇，好，不着急，稳住，思成稳住，哎呀呀，思成稳住，哎呀呀，思成你抓到球先稳住，先稳住，调整好，三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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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住稳住，不着急，来传给我啊，要三秒啊，三秒啊，好球，传球，对，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啊，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啊，扣扣扣，对，稳住稳住，好球，好球。扣了吗？哎，每次思成一上来就得分，对，反败为为为为为胜啊！这小子可以的，吉祥的光，吉祥的光。刚才那局双方都打得非常非常好，找到这个游戏的乐趣了。对，哎，来，预备。不知道啊，最后一局啊，这有点观赏性了，打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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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光厉害吧？扣篮，之光还是厉害，他就是会弄一个扣篮。哎，等一下，是这样的，那个谭雅雪的火锅啊，之光一人吃一锅，一人吃一锅，他吃的特别多，他吃底料，直接吞底料。哇，这个太厉害了！在这里我们叫恭喜啊啊，我们的深入人心队啊，获得今天甜甜香香少数民族运动会的最低冠军。哎哎哎！现在到了人们垂涎欲滴的时刻了。是的，请最终获得冠军的队伍尽情享用甜甜香肠为您准备的少数民族精美奖品。哇，还有彩蛋。布老族的香包，我觉得吧，你们把这个送给小妹妹，这个送给小妹妹，这个送给弟弟们。哇哦！还有终极美味谭雅雪火锅大菜，上菜！有有有！我们的火锅是以鸭血为主，鸭血为主，每个锅里面都有鸭血，鸭血是西非。这个是有什么讲究啊？是咱们火锅要先开鸿运，有重要的贵宾，我们得先开鸿运。坤哥，坤哥，好来 ，OK OK， 坤哥三十二场演唱会开鸿运，开鸿运，鸿运开启，好事连连，天天向上，天天弹鸭血，恭喜。感谢坤哥开鸿运，这吃有什么讲究呢？我们得先吃卤味，我先吃卤味。是的，这个毛肚，毛肚几上几下？峰哥，七上八下，七上八下。肥肠、豆干、豆干。其实我们家特色菜很多。来来来，别看着，快来。哦，好，先让里边讲，先让里边讲，先让里边讲，里边讲。来，喜欢吃火锅吗？是，超爱，超爱吃火锅。来，先吃卤味，你来弄，你来弄。哇、哦、好香啊，鸭血是我们的第一大特色，香菇是我们的第二大特色。直接拿下来吃吗？直接煮，直接煮。这个是青冈郡无公害的，天然的，天然直接剪。 对直接吃，直接剪。哇哦，这个厉害了啊。那我们请一个小哥哥来体验一下吧。来，杨洋。好啊，小哥哥就剪就好了，自己拿着，自己拿着，自己拿着剪，当心啊。嗯，快点剪蘑菇。那么第三道啊，藕玉小鲜肉，这个是藕片加的这个肉末，肉末，肉末。哇，这个应该好吃。对对，这个大概要涮多久呢？七八秒就可以了。哇，其实这个午餐肉下下去也好吃的。我们的午餐肉几乎没有淀粉哦，而且午餐肉好不好就要后切。嗯。好吃啊，太好吃了。什么什么太好吃了？真的假的？你们这个有独家的秘方对吧？独家的秘方百分百鸭血啊，是吧？而且还是干贡菜是吧？哦，还有很多特色菜。主要是鸭血，主要是鸭血有几大功能，就是第一补血，它本身含有铁。第二个功效就是防尘防雾霾，对对对对对，特别是肺里面的。对对，鸭血是个宝，多吃身体好，身体好，这个特别特别的好。对，我觉得这种幸福快乐的时光就让他们尽情的去享受。对嘛，对、啊、好嘞，再次感谢各位亲爱的朋友，谢谢谢谢。我们在这里要恭喜我们的深入人心队获得本场少数民族运动会的冠军。我们这场体验了畲族、仫佬族还有满族的运动项目，特别是感受到了谭雅雪她迷人的魅力，同时也感受到了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这些少数民族的运动都来源于他们的生活，来源于他们平常的劳动，不单是国家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我们在这里要鼓励和提倡大家，在工作之余可以通过一些有意思的锻炼来强健自己的身体，好好生活，天天运动。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嘉宾，我宣布天天向上少数民族运动会圆满成功。天天向上，待会儿见。天天向上，现在继续。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下周日晚，《天天向上》，闫妮率少年派剧组做客《天天向上》，书写逆袭传奇的她幸福生活大爆料。我那个拍《王大花》的时候是有126斤，126斤。什么样的类型的？哎，
他有这种感觉。感觉嘛，就是个感觉，就是个感觉。嘉宾组团自嘲各种中年危机，一个更比一个狠。这个牙噪营啊，不是那个创造营啊，创造营。喂，这帮孩子可以熬夜通宵排练，我只能起夜上厕所的时候给他们加油。你凭什么找我呀？你怎么不找张嘉译呢？ What? 我来湖南卫视的时候你们还没生呢，还没生呢。天天兄弟年龄暴击，战争升级。觉得就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一直活下去就很棒。对，一直活下去。一会儿弄得跟人家爸爸似的。不要太在意身材的胖瘦，就您这个长相瘦了胖了也就这样了。哥你好。你好。三轮新颖有趣的运动，用汗水永葆青春。少年派和中年派分组对抗，谁能笑到最后？我要赌上火箭少女一零一的尊严。下周日晚，天天向上，一起燃烧卡路里。这怎么回事啊？队长。是的，花式特权独家宠爱就在7月22号芒果音乐节。今年还有嗨翻天的芒果音乐节等着你。对了，大家不要忘了微博参与天天向上话题互动，为高天鹤点赞，祝他成功转正加入天天兄弟团，上芒果 TV 为高天鹤的 KPI 加分，祝他成为加入天天向上的兄弟团。好的，实习主持人高天鹤是否能够转正加入天天兄弟，今天在你下周同学见，跟大家拜拜拜拜。最后请鞠鸿川、蔡成玉、高天鹤带来热血芒果音乐节主题曲。I wanna sing you my favorite song， 这是芒果音乐的梦想。 I wanna sing you my favorite song， 追寻芒果音乐的天堂。珍惜美好的时光，让青春发热发光，在呼声里掌声里，我们一步一步成长。这里每一首乐章代表着每种勇气，在歌声里空气里传播一份一份希望。任何音乐都可以登上